如果睡了一觉醒来，你穿越到了古代城堡，眼前的一切似梦非梦。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，暗含多少洪流和彻骨之痛，就像天边的木兰星，提醒你永远不能做生活的逃兵。人的一生就像在长途旅行中，无论停靠了多少转机站，始终都要离去，奔向另一班机。走走停停，看了许多路上的风景，都是在向你展示那个当下智慧的结晶。有的时候你会突然想起某个名字，但记不起你们发生的故事，你也会忆起某些曲子，却听不出记忆中的旋律。暗黄色的光洒在乳白色的石膏上，他在倾听着他的忧伤。时间在走，年龄在长，不要担心，他们都是你的过往。